有130年历史的富鼎金保安宫，就位高雄市三民区鼎金里，主祀中坛元帅三太子，是高雄地区著名的道教庙宇，其建筑风格为传统的闽南庙宇，庙宇外观为红色砖瓦，屋顶则为绿色琉璃瓦，十分的显眼。然而庙内更是金碧辉煌，从华丽的屋檐到雕刻精致的石柱，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匠心独运，不仅是建筑与信仰的象征，更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藏。富鼎金保安宫每年都会举办许多宗教活动，包括元宵节、太子爷出巡、农历3月15日太子爷圣诞，还有农历7月15中元普渡等。另外在府的右侧，富鼎金福德祠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，据老一辈人说起，其年份已经不可考，最初在三民高中东南角处，因应道路拓宽，移架并重建金狮湖畔保安宫内站奉，民国100年迁移到此，入伙安坐护佑富鼎金。保安宫与福德祠是高雄富鼎金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。